外，这个是演艺圈的星龙跟刘真啊，真的是在交往 ING 耶。之前两个人啊，始终都不肯承认。那星龙呢，是坦白说他是在追求当中。不过现在女主角刘真总算是认了。刘真呢去上节目当评审，他很开心的说，他现在呢很幸福，很娇羞的承认两个人现在正往结婚的方向迈进。哦，真的是好消息一桩，也祝福他们两个人喽。